你们好，我叫 Zachary，我是 MSU MSU 的水水生。我今天想告诉你们一些的东西对环境保护。所以，环境对人有什么意思？我讨论环境的时候，森林或者大山相比你想象的，但是对环境原来包括整个世界。 凡是环境体验啊，两组之一有关，自然环境或者人造环境。历史看，历史看法说，人造环境发展有自然的环境。因而不管环境什么恶果，政府多鼓励人造发展。反之，正是最近。 重视两组分开，向环境保护提高。但是因为那儿有关系很多的，创造环境保护计划是很难的，特别在发展中国家里，啊、呃，叫环境保护重视平衡很重要，一边要经济公共设施是,是提高的。 一边药物使公共健康对自然没有恶果，讨论又与污染、自然环境有三组啊土地、空气、河水。我们应该每一组的作用啊为人间好处坏处多增了。在我的看来，污染话,话题话题。 作为党的、为传统的武装和民族的扩张的武装，传统的武装从发展农业,业、工业开始，等等，得来的；这些扩张基础在二洋会上，民族的武装包括城市啊扩张和建设、开发森林。 矿业、工业等等，这些活动对动物栖息地、环境健康有坏处。为传统的污染不一样，因为虽然那画可平衡，但当是人做的东西对环境变，土地污染对人们看来常常是不鲜见的。这些画出。 不明白，啊，一定很有印象。人们每天接触的污染不管食品啊、水、手污染物啊，你是进行什么的？土地污染物多长久不干净。处理污染物出自重工业和别的工厂到危险的垃圾，包括重金属、化学品。 HG 啊，不能住着啊，难长养农药。那这些以外污染对开发森林、矿业也有关系，运作导致土地损失，可以导致对生命多样性有坏处。空气污染在创设不良环境。 包括是地铁的，而且人住在城市，面对身体很有关。虽然空气污染可以来源于自然的时间，但是也可以来源人们活动。活动在家做饭、供暖、洗碗等等，都来源排放颗粒物，是适合二点五。 家庭洗涤剂、杀虫床机扫地化学物可以有助要。在城市，经常来源包括发电、烧油、化学燃料、汽车尾气、工业排气。虽然空气污染物有坏处多，有些自然。 这来源对环境重要？那森林来说，如果长久年内禁养啊禁养了山火在。啊，那环境不可以遭此扬翻。一些一些啊树的物种其实已经禁养山火灾或火灾以前。 加上，别一个自然啊的空气污染无来源双出啊，人们每天的空气污染，所以应该知道深美恶果。虽然别自然污染可以自然很人类活动的来源，但是水污染啊，水污染无主来源有人类活动。 所以污染，所以污染是很明显的，一个很重要。那水体生态啊系统来说，是非常早期需要有很主体养分。所以污染物进入进入结果环境以后，可以破坏平衡。所以污染物啊不仅 那一般夜了是喝睡觉，而且是污水污水不处理。啊，泥土、化学进料、进料、油水进料，水污染污染可以进入啊水道在乎和水库的小水，水污染也过式发展。 病原体。下水上，最后污染这水道可横水，人们不能喝污染的水。每一组污染物对人类环境有坏处，但是总是不可以禁止实施，啊、呃，因为。 活动组主人也是人类很重要。那法面来说，如果你说今天以后不要坏事人料，一边没做主人，没做主人，一边发展公共设施，对建设不准备的，世界环境保护啊重视。 应该教乡人类，特别对啊社区管理、城市树和公共设施，最好社区管理城市，重视叫生活质量、环保平衡，既建城市，城市发展啊可持续啊的系统，像环料老系统。 正是一定着相经经济要求国家啊状况。我想拿中国啊来说，考虑他最近务必经历发展经济，城市化很快。虽然不可以啊调节计划，但是中国的经验是好例子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，中央发展是很快的，一定找了经济后、后会、是发展、环保平衡。七九七八二、啊、年实施啊改革开放，正式以后进入世界贸易。 对世界经济有影响，外国的公司可以开活动中国的经济，这些变化的城市城市化，啊，所以一边人人办城市下出，啊，城市下出，一边预算每年要多，看右边图形黄，方色像啊，表示。 表示城市化怎么对每一个五年计划有关？同时城市化、工业化多没有管理，所以中国经历很多环境降低。降低开放的时候，中国没有环境，正是统一。新工业需要很多发电。 创始人需要加糖、食品和水等等。那些年，公共设施啊乱发展，常常没有搞搞笑。那些年，空气污染、水污染多快，多快多下去了。比如，比如，比如，对不起，比如，既然左边图形表示。 啊，五表示五个工格。对不起，我想说。谢谢。那些年空气污染、水污染多快多下？去了，比如江苏边出现表示五个工业，地球在中国。 差转包括克里夫二点啊，无从二千年到二零二十年，二十二年，为此限制克里夫阿里空气每年平均水平，也是限制段式。最初价只和涨价对工业化下去有关系。 中国二零一五年庄严承认环保是重要的，可以看到，这年以后，入入然水平减少开始了。二零零零年啊以来啊，中国政府建筑环保重视。二零一五年签啊签署巴黎气候协定。 十三五、十四五五年计划规定，环保原理是重要的。中中央二零六零年，中央尾集团中和；二零三零年，尾集团排有最大。二零一五年，党中央批准空气污染防抗抗治抗抗日法。 由减少碳水平油显著成功。按照巴黎协定，中国兔子兔子克技术协同很重，要包括发电储能技术研发、汽车换电动车，特别不太阳以水电刚需。中国最近是世界。 所以要太阳仪，太阳仪，中国不但中国不但对空气污染有关，而且最近批准土地和水污染管理政策。那长江比较来说来说，二零二零后阿、啊、新政策保护年长江，长江包括。 这一建设开放水电的利桥和进水闸很近，建设水道生态影响力，整治有劳，建设无污染。在土地污染管理的看来，中国一点二万点正是二零二零一九年党中央批准。 在中国第一个土地污染管理政策，除了那些礼物啊以外，啊，中国新汽车厂要求能上电动车。中国也现在建设电动车充电公司。学校里面啊，听我，啊，听我，啊。 谢谢，再见。